算了，随便拿吧，拿个小攻速。森林法师，森林法师，我觉得他有点弱，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我们先不捡那个东西。好，把它捡出来。这是一个什么？我猜这里边应该是一个厄斐琉斯，是贝因。三国太垃圾了，不玩三国了。把威严拿着，魔抗。攻速魔抗，拿两个猴，有两个猩红之月。你关键你现在吧，你不知道他下一个会给你什么，你不好卖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万一下波给猩红之月，天选之人，你说你吧没拿着，怎么办？就只能再说。我能不能信你一把，狼人？狼人，我能不能信你一把？我能不能？把他们也算上。双天神决斗大师，冰女拿一只。让我信你一把，狼人，狼人呐，狼人，给我戳死他！武器大师还能不能放个E出来？打死一个就行。哎呀，让人挡了，让人秀了。要不了，不要，换一个。你管着换个射手，换个天神，换个决斗大师，我都能玩得了。换个月神，我都玩了。不来这个，别来这个，这不要，换一个。随便给我来一个，玩个决斗大师吧，多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天神也行啊，月神玩不了了，月神因为没有厄斐琉斯，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差两块咋办啊？这么的吧，咱们这把要么天神，要么决斗大师，就这两个，剩下的卷撇不要了。现在我需要一个装备，我想想啊，要什么装备？要攻速，现在要攻速都能用得上。决斗大师你得有卡利斯塔，把蓝炼汉的亲爸爸封一下，拿个攻速都能用。哼，你又没骂人，你没骂人也不行，封他个十分钟吧，这回。谢谢羊泪痴。放那个十分钟啊。哎，这不来了这。这禁言时间怎么好像不对劲呢？这没事，重封一下啊，重封一下，刚才给他解了。这把又吃连败经济啊，我的天哪！不行啊，这换一个呀，刺穿他们。这大派克不行啊，这我这现在有点拉了呀，这可怎么整？天哪，这全是一星的呀，一块钱，这轮两块钱还没有。打工啊，不行啊，打工啊，你随便给来决斗大师天神的，这不都可以吗？哪个不行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哪个都行，随便给一个。我要没了，我们五连败了。来啦，就你了啊，咱天神就下了这把。赵信滑板鞋升个级吧，大剑大棒
大剑大棒，滑板鞋，滑板鞋，滑板鞋。上个刀锋玩一下吧，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给刀锋来个女神之泪。现在我应该有点猛了吧，我这决斗大师都出来四个了，下波给我来个滑板鞋。你们觉得这滑板鞋下件装备出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有几个能出的东西，第一巨银杀手，第二春哥，第三银血剑，第四科技枪，第五出个无尽，第六正义之手。好多天神哦，法爆没用，法爆不好用。那滑板鞋的那个技能写的是，写的是，他往一个人身上插足够的毛，足以致死，他才会把毛给拔出来。就是说你法爆他应该是看不出来能不能致死的，知道吧？还要攻速啊！准备去死吧！把猴撇了，差个赵信，差个滑板鞋。银血剑好像不好用，科技枪能好一点吧？科技枪有盾，三攻速啊！啊，牙手盾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有没有这波也赢了。没注意，看你们弹幕呢，在那儿有没有也能赢？哎，你这质量你是怎么一直赢下去的，兄弟呀、啊？你这质量这根本的就赢不了啊！赵信还是武器，赵信不要了吧，赵信好像没啥用哈，赵信没有用，我们要瞎子，不要赵信呀。我刚才那猴是不是不应该卖的呀？我是不是得配个天神呢？哇，这狼人，这狼人，这大狼人，兄弟挺烦人的，这可挺烦人的。咱来个铲子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再给他变个决斗大师，我把狼人给变了。狼人免费获得一只羊刀，瞎着的狼人正好四天神，不要猴，拿了猴都。交给我了，给个滑板鞋吧，锁血了。
难呢。刀妹儿没用啊，只能打工的刀妹儿。真有滑板鞋直接锁血，很可惜没有，不行升七吧。递了一轮没递出来，升级吧。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，漂亮狼人，我递不出来滑板鞋吗？我生气了。我真的生气了，我今天我就要递出来滑板鞋，谁也拦不住我，你们谁也别想拦我，拦我肯定没用，不好使。我真的生气了，我就要个滑板鞋。为啥没有啊？因为啥呀？经济崩了，崩了，崩了就崩了吧。生气了，没办法，玩生气了，是这样的。没办法，这轮你赶紧给我出个攻速，要不然我直接退了，我不玩了。还算你能弥补我一点，还算你像点人啊，还算像点人。科技枪吧，滑板鞋科技枪挺猛的，有盾。还算像点人，我刚都准备退了，他给我拦住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狼人正义之手，我知道。为什么要拦我？我都准备退了，非得拦我，讨厌！下回就给我快点来，听见没有？别给我整事儿。哎呀！哎，是不是应该剑姬卖了呀？剑姬不能卖。你们觉得亚索弱一点还是赵信弱一点？是不应该要个赵信呢？是不是应该？卖了换别的呀，哼。
对，你想想，那卖了刷不出来咋整？是不是拉了？卖了刷不出来了该怎么办？卖了少个瞎子，没有怎么办？下回有瞎子再卖吧，一会儿有瞎子再卖。不要造信呐，这个刀锋是用不上的，这个刀锋是不用的。哎，刀锋要哈，哦，那造信就不要了。造信技能其实挺猛，新月护卫，对一个人发起挑战，如果造信这是有点打不动是吗？这是，哎呦操，这法师有点克我呀，这安妮儿挺猛啊。来个攻速刀锋，不要狼人，这波要狼人不好用，不要狼人，不要狼人，我们给狼人变天选，下个营口上个瞎子或者是上个拉克斯就行了。你瞎呀，我瞎怎么的呢？我瞎了，行不行？我瞎了。狼人滑板鞋都比这个好，为啥比这个好啊？因为啥比这个好啊？我无法理解，这我无法理解呀。因为啥比这好呢？没懂，说实话没懂。最后咱们上个瞎的，正好四个天神，八决斗大师。真的，我都没懂为啥狼人比滑板鞋都比这好呢？因为什么？原因在哪里？滑板鞋升二不好吗？我为了一个3块钱的英雄，我把我的铲子这决斗大师给弄没了，是不是？哎呦狼人，哎呦狼人，狼人！还有狼人，漂亮！升级，升到8，找个瞎子就完事了。滑板鞋一秒没，那是说明。那是因为他家有刺客，没有刺客还是可以的。滑板鞋往前点吧，滑板鞋老不升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。这一看这就不行呀，完了，狼人没有二星滑板鞋，属实是不太行啊，不太行啊。哎呀，狼人给来一个狼人也行啊，管的是滑板鞋给一个，是狼人是给一个呢？这打野怪拳断连胜，讨厌！腰带能喝啥呀？给个日炎狂徒都行，随便给吧。这玩意儿呢不太好，但也可以用。
狼人。插个瞎子，插个瞎子，我们无敌了，无敌了吗？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吗？我只能跟你说无敌了，好吧？无没无敌你自己看。进夫起来了，别在这仰卧起坐了，差个瞎子，我仅仅只差一个瞎子，我不地了，让瞎子自己来，或者是攒个20块钱，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咪西咪西了。反正我是倒数第一，选秀拿个瞎，就这样决定了。狼人稍微往前面点站，刀锋可以。拉克斯不要了，那玩意儿了，升上就没用，我们不要那个，我们要瞎子，我们只要有瞎子就直接就无敌。不地了，给个瞎子，给个瞎子就完活啊，就完活了。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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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第一下，递了个剑尖儿，我操！上吧，狼人，该你了，狼人，挠！这决斗大师的狼人确实是有点猛，太猛了，这狼人。瞎的瞎的瞎的，完了，我倒数第二，来了啊，无敌了，全体起立。直接无敌，瞎子站斜角，别站中间，瞎子站这儿，无敌了。八决斗，四天神，两御仙，一个浪人。现在我们就怕点那个刺客。滑板鞋往右边点，注意点这个小刺客，就完事了。就无敌了，给我挠！不就是个安妮儿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这安妮儿，挠！给我挠！挠！哦哦哦！这狐狸有点厉害啊！他这前排有点硬啊！这前排，前排稍微有点硬了，你知道吧？
哎呦我操！这把没无敌，下把带无敌吧。这把没无敌的了，下把带无敌啊！这把这回还不无敌吗？这回，哎呀，他的宗师稍微有点克我啊，还行，让我踹飞了。决斗大师就有点怕那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就有点怕法师，好像是。决斗大师有点怕法师，那狐狸前排有点厉害。这给谁呀？给剑姬，剑姬配吗？给瞎着吧，他能多踢出两脚来。给俩滑板鞋。咱们现在差啥？啥也不差了吧？就差个瞎着了。我留个10块钱吧。哎，其实给赵信能好点感觉，能多扛一扛赵信。我这把我这个狼人应该是能把他们全给杀了，你看呢？这波我们这狼人直接把他们全杀了，看看这狼人，给我拿！拿！滑板鞋已经不重要了，这波狼人就是无敌的。赵信可挺烦人呢，拿了吧，你不拿他就一直来。天哪！他们也算上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不行，剩下那俩人我赢不了，我这阵容就打不过他俩。这波应该要打这哥们了，咋办呢？我这站位就只能这么站了，没什么好站的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哎，这不有人有人命啊，老爷！
这露露咋这么猛呢？这个露露啊！这家法师我打不过，比较克我们的就只是法师，你知道吧？这家法师不行，打不过。耶，森林九永恒森林，这露露太恶心了，露露给我狼人一顿控，要不然最后这波应该是收割他死了，最后我们第二名，尽力了。